26号演习今天上午在屏东花莲同步展开，演练战争爆发的时候各种突发状况，演练逼真胜利。失火了，浓烟密布，伸手不见五指。27号上午，屏东花莲同步进行汉光26号演习，消炎战争爆发后各种突发状况，包括电力中断、道路抢修、民生物资发放，要考验国军危机处理应变能力。屏东县的后备旅，那么利用昨天动员叫召来的军情队，还有我们地区的辅导中心，大家都全力的参演。操演中，防爆小组成功将未爆弹移到安全区块，而跑道修复也在短时间内完成，但原本预定进行的幻象战机起飞演练的重头戏却因为天候因素临时喊卡，让今天的演习留下遗憾。